好，那我们现在开始就接受各位的询问。来，谁可以帮忙？你们要问问题吗？哈。我们总共收到703504份的联署书。那当然，这里面有一些我们自己审查的，那有一些是不合格的，大概淘汰了这样的6箱，是703504份联署书。当初我们希望350000能达标，就很高兴了。我可以请我们的律师来关于撤迁的数量和相关的问题，告诉大家数量。目前工作小组这边有收到撤迁的数量，存证信函是寄39件，然后另外有到联署点现场填写的部分是寄68件。部分其实我在新闻稿里面最后我发言的部分有那么一开始呢，我们很多的伙伴团体到夜市到去做劝募，那也有很多的自助式的，就是我们网络上有一个自助包，他们自己就会跟他们的亲友去游说，然后也有很多自动加入我们最后联署点呢，将近400个，所以大家就看到我们陆陆续续的接到一叠一叠的那些联署书进入到工作小组，那也是我们很多的伙伴呢在街头不断的努力的和我们的民众来说明，后来慢慢的也感动了许多的网红和艺人，其中的吕秋远律师。那这个呢，让我们的联署的声势就拉高起来。那也就在寒假结束之后呢，校园发起了粉红风暴，还有主要的政党呢也开始声援我们。这个时候真是气势如虹。我们曾经在一天内呢，就接到7万份的联署书。那最后呢，当然也要感谢我们的开发单位。他们做了些梗图，结果呢里面是错误百出，所以让这个议题呢很快的疯传发酵，这个也助长了我们的声势，那最后呢就完成了这个70万的壮举。谢谢。辩论会是公投法里面有法定的规定的次数，其中就是有5场的辩论会，我倒是觉得在辩论会之前其实可以让听证会举行，也就是这么多年来呢，这个问题到底是经济重要还是环境重要到底里面有关于开发的面积是多少，有没有影响到早教，到底我们的能源政策如果没有3阶会影响多少的费用容量率，直到现在呢，我们看到经济部自己的前后说法都矛盾不一样，那如果这些真相能够浮出来的话，我想这个对我们国家未来的发展是很重要，就是说很多可能背后包藏着某一些利益的开发案，实际上呢一直因为没有听证制度，所以它就蛮横的进行，如果我们国家能够真正的进入听证制度法制化，可以平常化，我认为这个国家才有可能真正的永续发展，才不会是变成一个贪婪之岛。谢谢。这部分是我们有跟保房组的联系，他们也觉得我们这次的公投可能有比较需要安全维护，所以
在他们的护送之下呢，就送过来。我们非常感谢警方啊这样的体贴的行动，谢谢。我认为我们的执政党呢，一定在这一次看到70万民意之后呢，会开始思考替代方案。如果真的在8月28号公投过了之后，他们还是继续这样的行啊，继续要盖下去的话，我想他们的价值如果跟人民违背，这个我想最后还是人民在决定了，因为明年就有地方大选，再过几年总统大选也来了，那个时候真正的民意会展现。我想我们执政党应该还不至于这么的糊涂了。当真正民意展现的时候，我们认为他们会开始做，也只有真正的顺应民意，他们才可能继续的执政。这个我想我个人倒是还对这一点不至于没有信心了。就是执政党呢，如果真的在8月28号看到我们这个公投过了，我们相信他会认真的去思考怎么样去解决能源的问题。蔡总统当时其实是希望开启一个沟通平台，这个沟通平台开启了之后，后来呢跟农委会之间呢就有了默契，因为听证会到底是过去我们政府一向不太敢开的，可是至少他答应让我们有个类听证会。类听证会呢，就是说形式按照听证会的那个流程来办，但是它不具有法律效益。为什么我们也答应呢？我们就是认为因为真相没有浮出，那如果透过真相浮出，在类听证会里面呢能够把许多的问题公诸于世，那这个时候我们还是被继续的，早就还是被继续的开发，这个我们至少觉得自己尽了力了哈。那后来类听证会也就无疾而终。那类听证会跟公听会不同的地方是，公听会其实只是一个大家把话说一说，然后他们收集了这些说话的内容，它没有任何法律效应。那听证会是有法律效应的，也就是听证会的结论，那政府单位是要去执行的。我先，哎。我想如果政府是代表开发单位的话，他们希望他们的政策可以如期的去执行，当然他们会这样做，这个也不意外，只是说我们感到比较疑惑的是，如果这些真相都还没有浮出来，甚至他们提出来的这些梗图呢是与事实不符的，那我就在想他们这样的一定要提一个对策，然后要把我们打压下去，甚至要提一个另外一个公投，就是反制的公投，我觉得可能是他们判断错误。我是说8月28号如果过了，我们认为他会执行的，这个看法是这样啊，就是过去大家对于公投也不放心，是大概有两个主要的2018年的那两个公投，一个是同婚的公投嘛，一个是以核养绿的公投。那个原因是因为他们的主文写的没有很精确，他们的主文比如说以核养绿公投写的是说要取消电业法的第几条，那现在呢电业法那一条已经取消了，可是取消了与非核家园的时程并没有关系，所以他们现在才又提了一个应该是说核四重启这个公投。那同婚的部分呢，当时他们的主文写的是说不得列入民法，那后来民进党政府是列为专法，这个也没有违背。那我认为这一次我们还相信，就是说当然也是一种期待啦，一种呼吁啦，希望他们呢真正能够重视民意要切实遵守法律。请说。这不是撤销哈，就是他们填联署书的那些有格式上的错误的，我们认为这个是不合格的联署书，
而不是撤销。那撤签的部分刚才律师已经报告了，那撤就是联署书填写的格式不清，比如说他身份证就没有填，他的名字没有签啊，或者是地址呢写的缺的那个很重要的部分，那是没有办法，我们自己一看就知道是不及格的，那这个我们就没有必要再送进啊中选会去困扰那些户政事务机关。你是说这一次的联署？嗯，因为撤签的总共只有百来份，我觉得它就是一个网络之间的传述哈，然后有一些人觉得自己可能真的冤枉了，自己可能当时判断错误了，我想大概就是这样而已，还是需要我们律师来回复你 OK 了哈。好，还有没有相关的问题？好，如果没有呢，我们休息一下，我们记者会就开始。OK， 五分钟后我们开始今天的记者会。好，谢谢大家。他们台现在也是三十多。听说大家面临一波的砍人跟减薪。被砍掉的要减薪，不知道那一波过了没有？之前有听他们的，我们之前有那个后生，现在在他们那边当时，我知道有讲，还是打到啊？声音还是不行啊？对，刚才可以用二轨可以啊。
好，各位媒体朋友，我们今天的记者会即将开始哈。那如果有什么问题，我们会后也可以再提供时间给各位去做一个询问。那我们接下来呢？好。好，各位不好意思，那个可以请，就是我们记者会即将开始，我们稍微移动一下哈。好，谢谢。好，各位媒体朋友，各位关心我们早教公投的伙伴们。我们今天记者会呢，从这一刻来开始。潘老师，麻烦到中间好吗？好。因为我现在是当主持人。还是站左侧。好，我们首先呢，还是按照惯例，由我们桃园海岸生态保育协会的理事长叶思贵叶理事长来为大家吹锣，锣声响起，代表今天呢，我们是另外一个出发的起点啊。从去年6月23号我们启动公投以来，那有很多很多的伙伴们一起来，为了守住我们全球最独特的浅海现生藻礁的地景和生态系，努力的努力的来打拼，终于在今天我们聚集了703504份的联署书，我们有机会来翻转这个不当的政策，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令人振奋的时刻。那首先我请我们最原始来建议我们用公投来翻转这个不当政策的原始原创人，台湾公民参与协会的理事长何中兴何理事长。各位媒体朋友哈，给我最尊敬的我们的潘老师，还有我们这些劳苦功高的环保伙伴们哈，大家好。那今天哈，我很高兴哈，潘老师在邀请我哈，再来参加这个很有意义的一个时刻。那这个是我从事大概公民运动30多年以来，啊，我第一次感受到这个民意啊是可以这么样如此的强大，而这个强大的民意啊是超越蓝绿哦，那是非常具有意义的。那这个过程当中啊，我也非常佩服潘老师哈，遭受到一连串的不公平的对待跟抹黑。那这在我们的社会运动啊，有6大精神啊是非常符合潘老师的哈。第一个呢，就是为义受苦的精神，然后呢，对抗邪恶的勇气，成功串联公民团体一起合作努力，然后呢，为争取被压迫的藻礁啊来的尊严。再来呢，他使用的是爱与非暴力的手段，所有的过程通通都没有任何的街头暴力。最重要的是，潘老师还有我们这些环保团体啊，达成了成功的最重要的关键的要素是创造性的少数。今天70万的民意很清楚的展现在这个地方。我希望我们的执政党啊，不要再用这70万的民意去分裂蓝绿，因为这里面有非常多挺执政党的朋友出来签署表达不满。如果今天执政党呢还要用这样的方式的话呢，我觉得执政党是非常不应该的。同时呢，在这场公投当中啊，我们已经成功了一半了。在8月28号，不管我们公投的结果是赢还是输，最后的输家都是执政的民进党。所以其实在公投投票之前啊，当务之急呢，我建议我们的蔡总统呢一定要厘清真相。因为从我在这一年当中陪着潘老师跟环保团体在走的过程当中，我发现到最大的祸首就是经济部跟中油他们提供的不实的资讯。所以今天蔡总统呢，你是全民的总统，你不是民进党的总统，
你不是中友跟经济部的总统，你要听这些民意，能够在828之前找到最好的替代方案，结束这场政府所造成的闹剧。这样的话呢，蔡总统才是我们国家超越蓝绿的总统，他的历史地位才会被留下来。不然呢，公投我们输了，民进党的非核、民进党的环保的神主牌就被摧毁了。然后呢，就算呢民进党你赢了，你也背负着破坏早教的污名。最后我还是非常感谢潘老师哈，跟我们环保团体哈，我们环保团体的人数非常少啊，我们没有分裂的本钱哈，只有从头到尾团结一刻，我们才可以战胜我们的敌人哈。我们再一次的谢谢潘老师和我们这些环保团体，谢谢。好，谢谢何理事长。那我们先来喊个口号啊，我们这一次呢，真爱早教啊，联署达标，就这先做这一个好口号。真爱早教，真爱早教，联署达标，联署达标，真爱早教，真爱早教，联署达标，联署达标。好，接下来我要请我们这一次呢非常投入的他们的伙伴们呢，就是在街头第一线跟我们民众呢在宣导早教的重要。他们过去20几年来一直都是用这种方式在教育着我们台湾的人民如何来守护环境。那在这一次呢，他们发挥了非常大的战力，他就是荒野保护协会。我们请他理事长刘月梅来为大家说话。各位媒体的朋友，以及各位我们的志工伙伴，大家早安，我是荒野保护协会理事长。那荒野保护协会一直都是在做着环境教育跟栖地守护的这个工作。对于早教这件事呢，我们其实很早以前就投入做它相关的发音啊，或做其他的观察记录或其他的工作。那我要在这里跟大家说，今天这个70万份的资料，你从收件一一的整理，再加上你现在看到一一的让它去归位在每一个箱子里面，那我的志工从早做到晚，那有时候是做到半夜4点。那像昨天呢，其实他们在整个这个封箱跟其他的作业上要一一的去处理，这个我非常感谢所有志工的投入。那对于早教公投，我要说因为有早教的公投，让全台湾的人认识早教。可能大家以前呢都一直提着是珊瑚礁啦或其他，结果有早教的公投的时候，大家才知道说，哦，原来台湾还有一个这么珍贵的资产。那这个早教在我们桃园的外海已经存在非常久的时间，都超过1000年以上。那最老的其实就已经有7600年。那这一些藻礁呢，帮着我们消波挡一些浪啦，也在很多生物在这里面栖息。那这些生物在这里面呢，也有很多生物多样性。那荒野保护协会一直都是替生物发声，我们是站在环境保护的立场、环境教育的立场，帮生物发声，让大家知道台湾有哪一些资产，这是我们的第一。第二，早教公投呢，其实就是把原本我们常常跟政府在说的话呢，现在让全民大家一起来知道。那知道这个是我们的资产的时候呢，我们从提案再到联署这个阶段，今天超过35万份，有70万3504份。那这么多人在这里关注这件事，那真正是把这个决定权在8月28号的时候，我们由资讯更公开，更多的答辩之类的相关事情，然后在8月28号，不管你是赞成或是反对，你关注这件事，8月28号就可以去投下你的票，来决定早教这一个环境应该在这一代好好被保护，还是在这一代要被毁弃。
那希望大家8月28号的时候呢，勇敢去投出你自己，不管是反对或支持的一票。那只要你有关心这件事，就代表你关心着台湾的环境。那台湾的环境需要大家一起来关心，也大家一起来决定。那这是我们民主往前的一大步。那希望大家我们踩着民主的步伐，然后往前迈进。那公民也可以决定一些事情。好，谢谢大家。谢谢岳梅理事长，谢谢荒野保护协会，很多的团体投入这一次的早教公投联署。我要特别提到一个，就是最早投入早教抢救的团体，其实是南野新竹生态协会。我现在邀请我们台湾南野新竹生态协会理事长陈宪政陈律师来为大家说话。好，有关那个台湾南野新竹生态协会，最早期应该是由蔡雅芸律师哈，大概已经投入应该10年以上有了哈。那我们关注这个议题，其实从很早就开始，所以其实我们很清楚整个事件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脉络。真爱早教公投，它其实如果以这个公投的一个角度来看，它是全台湾第一个以生态保育作为一个公投主题的一个公民的投票。它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历史意义。今天我们看到有70万人愿意出来为这件事情来做联署，我觉得它的意义不是只有一个对国家政策的一个行使的一个复决权而已，它更是一个推广生态包括环境教育的一个公民运动。那我们这边必须要再呼吁一件事情，目前公投第二阶段它的联署已经有70万人，这个不仅仅只是民意的一个展现，它更凸显了一件事情，就是第三天然气接收站要不要设置在大潭早教这件事情，其实不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换句话说它是存在有疑问的。因此我们呼吁在公投结果出来之前，所有的海域工程应该立即停工。既然经济部你讲说你在海域的部分你都视而不见，你认为填区只有陆域，那我们就请你在海域的部分立即停工。而且行政院也不应该跟之前一样说本件完全没有替代方案，这个案子也许在今年8月28号会通过，这是一个涉及到1000亿的所谓的经济重大经济的一个投资。如果今天我们这么一个重大经济的投资，你告诉我们是没有任何替代方案，那我们就会质疑你是行政怠惰。好，那最后我们刚刚有说明到有关撤迁的这个部分，我再简要的说明一下。目前撤迁的部分，截至昨天为止，工作小组这边收到存证信函是计39件。另外，存证信函的部分也有副本给中选会，好，这个是由签署人自行寄出的。另外有到联署点亲自签署的，目前撤回的部分有68件。那昨天中选会主委，好，他其实在答询的时候有说得很清楚，公投法针对撤迁联署的部分，法律上没有明确的一个规定。好，那关于公投的撤迁这件事情，其实我们如果从它的法律效果来看这件事情，70万的一个联署书，就算我们今天把100余份的这个有撤迁，所谓他们要表达这样的一个意思，把它剔除的话，事实上针对这个公投联署的成案本身来讲，它应该不至于造成任何的影响。好，所以我们认为这个部分，当然我们还是尊重所有撤迁人的意愿，好，这个我们还是要依法来处理。那以上是我的说明，谢谢。谢谢南野新竹生态协会理事长。在整个抢救早教，就是大潭早教的过程里面，其实有一件事情很重要，就是环评的过程非常的不正义。那我们的律师团呢，其实现在已经打了6个行政诉讼。那接下来我请我们环境法律人协会的理事长张玉颖张理事长来跟大家报告关于环评要如何来改善我们台湾的环境问题。各位媒体记者朋友大家好，中油三阶案要盖在大潭早礁这个生态敏感的地区，它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争议。
那不管是生态栖地的保护，或者是能源转型时程的规划，要做这个决策之前，其实仰赖于充足的法定程序，针对争点，针对事实，针对证据，然后来详加的讨论、推敲、沟通，然后作为决策的基础。那本件先前其实有过非常多的机会，我们可以利用法定的程序来解决这件事情。但是当我们依照文化资产保存法提出自然地景审议的时候，政府不理，不理比较。当我们依照野生动物保护法申请野生动物保护区审议的时候，一样不理，不理地球。最糟糕的大概就是那一次的环评的程序，被讥为环评史上最黑暗的一天。经过专案小组的审查，将近两年的时间，最后专案小组做出了建议退回这样子的处理方式，但是却在当时的行政院长的指示不当影响之下，短短的几个月内从退回变成通过。在这个过程当中翻盘，而且欠缺充足的市政辩论证据跟主张，这样仓促的环评审议没有办法充分厘清事实争点，而且也埋下了今天要走到公投，用公投这样子的法定程序来解决本件争端的原因。对于这件事情，当时的行政院长其实难辞其咎。我们的环评法制很多年前我们就在倡议，它欠缺老旧环评退场机制，对于环评委员的遴选也欠缺透明的遴选机制。这些制度上的缺失在大潭藻礁三阶开发案这个开发案上面其实是暴露无遗。环保团体其实在106年的六月就已经提出了修法草案，环保署在106年的九月也有提出环评法修正的官方版的草案，但是这些都还在开发方永恒的压力之下苦苦的挣扎，延宕迄今。这个恶果其实大家现在都看得非常的清楚，所以我们呼吁除了关注本案的公投结果之外，有关于这些基础的制度环评法我们也应该要关注。这些在三阶个案当中暴露的环评的缺失，政府进行改革是责无旁贷的。以上，谢谢。好，谢谢张理事长。在我们开始进入公投之后，我们一直面临的一个困扰，就是我们是真的反核吗？因为有永和的人士不断的来蹭，然后我们也看到有许多的网络疯传说我们呢为了藻礁公投是表面的，实际上是想要要护那个和永和的公投。我要在这里特别强调，我们是非核减煤就藻礁，这个在我们的公投的理由书里面有明显的展示出来。现在我就请我们满野新竹生态协会专职律师蔡雅莹就这一部分呢跟大家做一个说明。各位媒体朋友大家好，这段时间很多人都说支持藻礁会帮到核四，但是我们其实是相信的，绝大多数参与联署的公民他们会愿意 会想要去保护千年藻礁，就绝对不会想要把万年的核废料留给后代子孙。我相信真正爱环境的人会既想要保护藻礁也不能接受核四重启。那我们也要再次的重申，在我们交提交给中选会的公投理由书里面，就能源转型的部分是非常清楚的表达支持政府的非核减煤政策，而且也不认同核四。那这份公投理由书将来在选举前会随公报寄给所有的投票权人，所以我希望各界不要再误导说支持藻礁就是想要按住核四，因为这根本就完全不是事实。那为什么我们认为
说支持政府的非核减煤政策更应该要保护藻礁呢？因为我们一直主认为观塘这个地方 它是刚好是台湾海峡比较狭窄的地方，它的海象非常的恶劣，而且缩减面积之后它有腹地不足的一个状况。在过去不但是学者提出质疑，认为在这里即使盖了以后，到冬天最需要减煤的时候，可能会因为海象不佳，天然气船没有办法进来，需要减煤的时候却因为天气的关系，海象的关系没有办法去使用。那在过去的这段时间，我们也看到中油的工作船去年三月跟十一月都因为海象不佳而搁浅，六月、七月、八月都因为风浪太大躲到台北港。这样一个地方，我们认为就算政府不在乎生态，你重视能源安全，也不该把天然气接收站盖在这么危险的地方。所以我们认为三阶迁址才是真正的落实非核减煤的政策。那我们要再次重申，事实上我们是不支持核四的。核四不管是从时程上或是安全性，我们都认为它没有办法做三阶的替代方案。从安全性我们可以看到，核四过去在新建的过程中贪污舞弊、偷工减料、不按图施工、违法变更设计、多次的泡水、多次莫名其妙的因素起火，这样一个状况连连的核电厂，我们根本认为它的安全性上没有办法让它继续威胁，我不应该让它继续威胁我们国家的安全。那在时程上，核四在新它已经盖了超过二十年了，它很多的零件都停产买不到，而且是买断货到说它要一号机零件没坏掉了，要拆二号机的旧零件，甚至很多是有裂痕的旧零件，这样的一个状况，它要再重新生产这些零件，在时程上事实上是很困难的。政府自己都说，核四如果要续建，至少要超过十年。所以我们认为，不管是安全性也好，时程也好，核四都没有资格作为三阶的替代方案。所以，那再来是，我们认为核四如果要做替代方案，应该是把那些危险的反应炉设备拆掉，然后直接改成绿能电厂，或是因为核四续建还要花好几百亿甚至上千亿，把那些钱省下来，政府去协助企业高耗能的企业去改善它的设备，节约能源，这样不需要发更多的电制造空污，然后也可以让大家也可以更省钱。所以我们认为核四如果要做替代方案，应该是废除核四，用它的空间或是用省下的钱去做节能或是转型绿能，才是真正的替代方案。因此我们希望，我们在这里呼吁，希望八月的时候关心环境的朋友不但要出来投票支持藻礁，也应该要去投票反对核四，希望在今年守护藻礁跟终结核四能够一次达标。谢谢。好，谢谢蔡律师的阐述哈。那在这里呢，我们来喊个口号，就是我们要表达我们对这一次所谓非核减煤救家园的啊，救藻礁的这个啊决心。来，非核减煤救藻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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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谢谢。那在过去以来，我们抢救大潭藻礁呢，其实有个团体，他们是大人带着小孩，就一起来参加我们的活动，到藻礁现场呢，去认识那些藻礁的生物。他们在认识的过程中呢，产生了非常多的情感，所以他们义无反顾的呢，一起跟我们参与这一次的包括街头的劝募联署书的活动。他们就是小民参政欧巴桑联盟，也就是亲子共学团的伙伴。我请他们的执行委员来跟大家报告。好，我是小民参政欧巴桑联盟的沈佩琳。那我想大家已经注意到了，这是今年我们拿到最多联署书的公投，也是今年得到最广泛讨论的公投。那我们也可以从社会各界在这段时间提出非常多的替代方案来看，代表台湾有许多人关心环境的未来。那我们不能因为这个公投引发了很多的政治口水，就忘记许多真心关怀环境的人对这个公投的期盼。那有一个说法是环建三阶会让减煤进程不如预期，假设这个说法成立，但是我们还有许多能源政策可以施行，有非常多地方治理的技巧可以缓冲温室气体的排放量以及空污的改善，
但是我们已经没有任何其他的方法可以让失去的栖地一地再现，让濒危的物种生气蓬勃。过去几周，因为最大的反对党也参与这个议题，造成社会一些担忧。我们认为这个公投也在向台湾人提问，能不能够跳脱非蓝即绿、非绿即蓝的惯性二分法，重新从我们想要在什么样的环境来生活来开始思考。那我也希望今天以后这段时间的讨论会有助于台湾社会厘清事实，让台湾社会前进，这也是我们接下来的挑战。谢谢。谢谢小欧盟的啊，给我们的期待。那如果你有注意到新闻，你会发现到寒假过了之后，开学形成了一股所谓的粉红风暴，其实来自于我们的大学校园。这个粉红风暴其实他们要追求的是自己的未来，如果早教消失了，等于就是剥夺了他们的未来。那今天我们请到我们粉红风暴的副召集人，由文化大学的啊邱成轩同学来跟大家报告。好，大家好，我是公投小组，这个是大专选的副召。然后今天来到中选会缴教联署书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要来实践我们大学生所谓的公民的权利。这次的反红风暴，很多学校都有一起来响应。那在以前的时候，其实环境保育这件事情跟学生好像毫无关系，但这次开始联署的时候发现，其实学生不是不关心，而是没有管道来发声。借由这次的早教公投，原本一些对环境可能无感，或者是本身就有在关注，但是并不知道可能有哪些可以，就是哪些网站或者是哪些点可以去关注的，都一起来加入这次工作公投联署。而且对我来说，这次是我满18岁以来第一次参与公投活动，这对我来讲意义非常特殊，从中我也领悟到了一些事情。比如说我在解释早教公投联署的时候，我要怎么样用年轻人的口吻来跟年轻人沟通，可能一开始同学们听不下去，但是我要怎么样打开他的心房，愿意让他跟我一起就早教。那当中一定会接受到很多同学的嘲讽，或者是一些同学直接跟我们对呛，但是我认为这都是让我们吸收更好，能够吸收这些知识，让我们能够让更多人来解释，就是能够吸收成为一个知识，解释出更好，让大家能够知道早教更多的细项。那这些养分呢，也都让我们之后在与人沟通的时候能够更有弹性。然后大约在30年前的时候，台湾的民众开始因为保育森林而走上街头。经历多年的关心与认识，大家开始学会保护环境的重要。所以我们认为政府应该向人民保持谦卑，也应该对大自然保持敬畏。最后在此呼吁，公投成案后，邀请大家在8月28日的时候一起出来投票，并且在这之后一起跟我们继续保护环境。谢谢大家。哎，谢谢邱同学啊。那粉红风暴呢，他们还今天请了一位女同学叫龚真心同学，她也想要跟各位呢表示一下她的看法。大家好，我是台湾大学的负责人龚真心。2021年2月22日是大部分学校的开学日，在大学生之间最忙乱的一周，因为我们要签很多课。可是由东海大学、中原大学、东华大学和文化大学的学生发起，30几所大专院校的响应，许多大学生在校园里开始推广早教公投的议题。根据统计，我们总共募集到45,554份公投联署书，
谢谢大家愿意在这样民主的国家、自由的时代，愿意相信我们有很多沟通和对话的可能。公投之所以珍贵，是在投下票的那一天以前，不同的观点和立场都有被听见的机会，让议题更加多元，让我们的公共政策和我们的社会更加完满。谢谢大家。谢谢粉红风暴的两位同学啊，大家可以感受得到70万的民意，其实呢，就是整个台湾全民呢，可能就是大多数人的民意。我们非常期待呢，执政党在这个时候呢开始反思，他们的政策是不是哪里出了问题？我们期待他们开始呢，认真的面对听证会，把真相厘清，不要用谎言治国。如果厘清了，我们可以说服我们，我们一定会自动撤。如果没有办法厘清，这个社会很难走下去，台湾会永远一直在对立啊，互相猜疑这种状况下空转下去。那我在这里要特别表示我的歉意，在这一次的联署期间呢，就是因为有各方不同的势力，形成了一些我们很多的民众在这样的不友善的互动里面呢受到了伤害。我们甚至有内部的伙伴呢也因为这样的事情而彼此有误会、有伤怀的事情。那这个是我领衔人呢要在这里向大家说抱歉的地方。不过过去已经成为过去，未来我们的方向非常明确，我们就是要用我们守护环境的初心，希望借这一次的公投运动，创造我们公民运动的一个新里程碑。我们是没有颜色的，如果一定要说它是有颜色的，我们是粉红色。好，那最后呢，我请我们后面所有的伙伴都站起来，把我们的标语拿出来啊，可以把它好把它稍微弄高起来啊。有层次的话这样，然后要怎么稍微调整一下，我们前面的站两边好不好？好，我们前面的站两边。 OK， 好，我们喊几个口号啊。第一个口号，我们每个口号喊两次啊，公开透明，召开听证，然后早教公投，全民公决，然后非核减煤就早教，好，大概就是这三个哈。OK， 好，公开透明，公开透明，召开听证，召开听证，公开透明，公开透明，召开听证，召开听证，早教公投，早教公投。全民公决，全民公决，早教公投，早教公投，全民公决，全民公决，非核减煤就早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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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即停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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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各位媒体朋友，谢谢我们所有的伙伴，让我们继续往前走。在8月28号，我们让这一次的公投完成新的公民运动的里程碑。谢谢大家，谢谢，谢谢。好，有需要特别专访的，稍后我们在里面呢办完一个简单的送件仪式之后呢，可以到外面来，各位媒体朋友可以分别针对着不同的问题，找我们不同的伙伴哈，来采访。Thank you.
先离开。 是符合我们的预期，我认为是达到我们的目的的，保住早教的目的。那将来呢，
我知道，因为我们也很担心，就是说政府其实那这一部分呢，我们希望政府有真正的诚意，做出来让我们觉得没有问题的这样的。那至于说公投，我们还是认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公民运动，所以这个过程会怎么样，我不会无法预测啊，也没有撤案的问题，应该是这样说了。那我们会希望在未来的时间里面去做公民教育，也就是现在呢，过不过关已经不是我们那么在意的事，我们反而是希望把真相能够让它出来，真相出来，那么社会呢就会有公平，社会有公平，资讯公开，决策又能够透明的话，我们的社会会开启一个跟过去不一样的新的局面。那我能在哪里？接下来，基本上我们的诉求就是三阶要离开大同岛礁。如果他们要离开大同岛礁，那最后我相信人民在投票的意愿上呢，会有他们自己的抉择。这是我们的看法。703504份的联署书，我想不会是环保跟环保的对立，环保本身就是，那实际上我反而是觉得是环保，要拉进来，再过来一点，好，这个我暂时保留，抱歉。我基本上认为啊，就是说缺乏真正的数据，让这个事情可以做得更多，还有缺乏政府考虑的决心。我们应该是可以透过文资法，或者是以后法的一些，就实际上考虑一下，苗栗哦，苗栗下一波，苗栗单位失职，才护送了这个开发案进入环评，然后环评呢又非常难堪的。造成史上南非史上最悲哀的一天，这些呢其实都是政府严重的失职啊。我认为这些其实苗栗民主，民主，民主，才能让世界两下朝政的方向走。如果还是一直用方式正确的资讯呢来喂给我们国人，那只有造成更大更多纷乱。所以我们建议呢，政府呢，还是提早办理真正会。那真正会把真相搞出来了之后呢，要怎么走？我想全民都会也会告诉我们的政府该怎么走。那如果是一个谦卑的一个政府，第二个问题我看一下。对。小心小心。对，我们往旁边这个是不是？好，美女，谢谢。像呢，有已经在我脸书发表，对，就是我们的声明在岛礁上面的时候已经提出了，他们跟岛礁共同在做一种，他们其实经过岛礁的过程，没有考虑岛礁一个受关心，当然呢，新组结束，新组好吧。接下来桃园。桃园。来。我们现在去认识可以，可以了，可以了，继续。我会期待就是
政府呢明年，因为我们现在画的关心早教也是东岛区，它的外比较外围的叫做有区利用区，还有靠中间一点的叫缓冲区，它其实也是开放民众进入。为什么要开放民众进入呢？就是说对早教的这样的产影响不是很大。那如果影响不是很大，大家可以借这样的机会来认识它，关怀它，产生救它的行动，这个才是真正的文化工具的目的。所以我也要提出一个实例，2013年其实我的总统蔡英文就曾经到我们早教，是我们引导的他进入的那个有，昨天有。如果是这样，就表示说，才早教早会特别是关怀，是友善，是在帮忙他，他不应该有另外的一个角度去曲解他。缺不缺电？楼源呢？昨天刚刚好在彰化的一个工业区呢，发现了发出了严重缺电的问题。为什么是缺电？它不是供电，它是人为的疏忽。我讲的它是人为或者是机械的疏忽。我们的前经济部长在2008年就已经保证，2030年之前我们台湾不缺电，也就是像现在我们的备产容量率呢，备用容量率。超过15%，如果超过15%，保证不缺电。如果有缺电，那是人为的疏忽，人为的疏失那一定是管理的问题。好，结束了。真正的缺电，台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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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现在还这样讲，我是觉得现在不能继续了，是老板你在玩什么？你比较好扫。这个事情是不相干的，也就是说台积电的，可是台积电有很多的项目都来自台湾。现在目前媒体没办法进去哈，那我们在外侧拍一下。那这边有站置区，有贴了限时。他们这边也要做摄影，中选会本身也要做摄影，然后签收。
那为了稍微规避一下各自，这应该没有各自的问题啊，这只是造车清单而已。现在走到新北了。好，来加油，加油！前面是新庄、中和、永和、中和、永和、土城。那这边的话，台东、花莲、金门、澎湖。有在交代吗？有，在我车上。车上在。在那边，没事的。现在是山猪，山猪在搬。不晓得直播还没在播，那好，我们继续。宜兰还有吗？还有宜兰，宜兰还有。平东等一下哦。来台东应该。
两箱大箱打要下来哦。东哥。台东先给我。台东。宜兰的。哦，对，还有一个宜兰，补一下。台东哦。台东。没有了哦。好，没关系。再来。来自屏东先来。好，来屏东先来。屏东。屏东。屏东的吗？确认一下啊。可以。屏东的。好。屏东的。香港的。他说开。哦，玻璃。屏东没了吗？花莲。好，花莲。花莲。连江来，连江这是连江，这马祖的，金门的。金门。金门这样是对而已，这样对。这里是高雄哈。高雄。台南。等一下。我就攀着了，就走，攀完我就走，就不用了。我要换。那边有签收的画面，有签收的，对，就在顶，看到没？你翕翕架手呢？台南继续哦。这个过去玻璃那边，底下。这个人希望你们。可是你必须要把资讯公开，你要去讨论这些事，你要用更和缓的角度来讨论这些事，不要说你说什么，然后我不赞成，我就要骂你，不是这样。对对对，
对，所以我们在说这是一个民主的过程，我们要用比较理性的东西来做良性的沟通。我们如果能够跨过这一步，我们就可以解决那个两个党一直对的，那我们才有全民真正做主的能力。那这次的公投，你觉得会不会达到这样的目标？我是觉得民主一定是往前一步。那至于可以打破多少这些东西，我乐观其成。那因为很多东西不是一触可及，可是民主一定是一步一步一小件件过去。那我们这一次的这一个过程里面，一定会让大家慢慢去学习怎么样去做公投，怎么样去联署，你怎么样去学习做思辨。那像我们也讨论过，就是今天是3月18号嘛，那我们会从3月18到8月18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嘛，所以我其实在前面就已经考虑好，就是跟大家一起讨论我们如何让这一个公投变成民主往前的一步。那这件事情我倒觉得是更重要。那如果你说公投过不过或其他，不能强迫他一定要过，也不能说我不努力他不过，而这是全民的决定，尊重全民的决定。如果全民大家都认定这个地方要保护，那我们就要尽可能来保护。你说要保护，那我们就可以从节能或其他一起来保护。我相信众志成城，也就是说你要保护一个东西，你们家也一样要保护一个东西，全家的人一起来做事，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对，就这样。所以到上的是副本。好，那这个一持续搬真的会手软。对啊，都是政治，我现在才有看到监看，都是一般民众。哇，小朋友在帮忙搬。他们现在排人龙，这个应该是 copy 副本吧。发现
被他们的能力感动。那过年以前我都觉得是这样，那过年以后我就跟我回来协会，我就跟他们说联署会过，因为我们已经在全台湾大家就行起来，有些人就愿意听我们说早教的事。那这样子的过程里面呢，他们就会开始问说，那要不要设联署站的时候跟谁设在一起？我就跟他说不用，我们自己干干净净、清清爽爽去做这些事。可是后来我也搞不清楚什么，因为有一天我就看到经济部的梗图，那个图我是觉得有点太长出来，就是里面有一些东西没有交代清楚，那有一些事情他就酝酿起来。结果酝酿起来之后，我的志工反而压力大，这个时候我的心理反而压力大，所以我就变成一方面要顾我的志工心灵上面的压力，那一方面我们还要可以联系，一方面我还要跟新闻记者去做一些就是不希望新闻记者把我们被就是应该这样说，不是，有一天就是赵少康的那个他们要来我们协会签联署书，然后这件事情呢，我们没有被告知，然后当天我是看到新闻记者来，所以新闻记者就被我臭骂了一顿，然后我其实交代所有的志工，联署书就是一人一份，不会因为你是谁，他那一份变得特别巨大，那一边特别脏，对，所以联署书就他交来就是一般民众这样，所以那天新闻记者就说他有时候要拍也要是针对别人，针对某些东西，如果别人是守护环境是我们的责任嘛？那因为我们也是 NGO， 然后非政府组织，那人民也就是有一些人，他也会看着你的宗旨跟目标，然后他愿意捐钱给你。那我们就是用这个钱来做我们自己该做的事，对。谢谢谢谢。哪一边？这里这这。在吼，如果卡巴图来这边，这边很大。影响。
是要让它往车子可以套，比较。来，直直来，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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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再来再来，来来来，再过来再过来再过来，来再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哦。干脆我把扶进去比较快。放心，两排是没有，他们找中立桃园的什么箱子啦？你说正本吗？副本。他本来不是说不用分县市？不用不用，没有不用，不是他们在找其中的一两箱啊，不知道在干嘛。抽检的。你这个我，那那再长哦，再长一点上去。这个没关系啦，不管不管不要。有大有大的就。再来我这边，我如果 pass 给你，这样子，不用，没关系，那个。就多少人？好，继续。来，暂停，过。
好
借我过一下啊。慢一点。到时了吗？还没，到时了，有了，算了。
三、开始二、四、五、六、七、八、七、七、八、七，多少了？大家多少？七七七七六六，不对吧？不是吗？一二三四五六六六六六六。做个 Andy 好不好？看有没有主持。来主持吧，跟大家说。好，各位伙伴，我们今天每个人至少都搬了446箱，对不对？好，那我们请北极熊帮我们带一下缓和运动。缓和还是缓和？缓和。哦，对，缓和加缓和。这是八段锦第一次哈，托塔女生加。反横第一次哦！拉高，往后仰，后仰，好，回来。大三不确实哦。好，谢谢大家，辛苦了。对，我们第一次打到最后一次。最后一次。然后。还有手啊，手要拉一下，因为刚刚弄到手。好，大象鼻子，大象鼻子。要拉到手腕酸酸的，没有？大臂的肌肉有酸酸的。
好好好。怎么样？肉太多没办法夹过去。没关系，就尽量。肉太多了。最后做一个结束，现在直播。我们来，我们手搭起来，然后我们再说连署达标。好，来来。他睡起来。来给你，来给你。啊，看看那边。一二三，连署达标。耶！啊，这刚刚是没默契，没默契。示范一下。好，真爱早教连署达标。好，好。一二三，真爱早教，连署达标，耶！好，那我们直播这边结束。可以借啊，那借一下。